佳节前夕响应社区慈善公益，南加 4L2 区的狮子会没有缺席，为鼓励更多残障人士勇敢坚定的生活且接受良好教育。狮子会继日前响应残障奥运俱乐部成立之后，这次继续捐款行善的热忱，成功为洛杉矶盲童中心募得一台交通车，让更多看不见的孩子们体会人生的希望与光明。洛杉矶 downtown 的一个盲童中心，他们是完全自费，靠各地的团体来捐献，没有靠一分政府的钱。我们南加州狮子会集合全体的力量，每个会捐一些钱来，凑出了19000多块，国际狮子会总会也 match 了16000多块，我们更上层楼捐了一个8个人的休旅车给他们，他们非常的高兴。在捐赠仪式上，这些失明的小孩都唱了一首歌，谢谢狮子会，然后把整个车子的门啊都放了狮子会的 logo。 记者叶宏志，洛杉矶为您报道。